哇，女摄影师，全部大炮都是女仔拎啊！哇，真的劲啊，真的。欢迎嚟到胶摄电场 ，plasticphoto.hk 啊！作为生态摄影师嘅你啦，夜妈妈去边度影相好呢？乜你冇睇东张西望咩？东张西望讲生态嘅咩？潮流兴嚟观塘打雀啊嘛！我都系讲生态，讲人嘅生态。系啊，老马识图嘅你咧，应该知道地图噶啦。不过具体嘅地址咧，我哋真系唔知道，都系睇东张西望先知啊！搞到我喺工业大厦行落楼都有啲心虚啊！你大汗搭细汗咁样，真系好难怀疑你噶嘛？冇计啦，我呢啲出卖劳力嘅系辛苦啲噶啦。打雀试镜啊，梗系嚟公厕啦，最多雀仔啊呢度。今日我的配置咧就是 Nikon 的最高配置啦 ，set 8配埋70 2.8，哇，成支镜几 solid， 几多制啊，几专业啊！嗱，支镜咧而家买咧就15000多元，部机咧就30000多元，呢、這个配置咧大概45000多，非常之专业啊！虽然打咗咧200就争少少，但系支镜可以用到 1.4x 同埋 2x。够有突噶啦，净系你可以咩？我呢支暗龙够可以咯。呢一支70-180，除咗个 lock 制同埋自定环之外，几简洁，乜制都冇啊！官方都未安排我哋试镜啊，热心嘅观众已经用50000多元嘅价钱买咗翻嚟借俾我哋用。呢、這、一个配套用紧呢一个 set 62，12000到啦，加埋呢支50000元嘅暗龙，加埋都系20000头，轻松啦。官方定价11480，你点样唔使10000元买到啊？你唔好逼我啦，我咩都唔知㗎，我冇嘢喎，我真係冇嘢喎。为咗更加公平咁样比较一代同埋二代嘅长焦镜头，我哋今日特登带埋脚架出嚟，咁可以影返同一个地方，咁就保证可以公平咁样比较画质啦。一代同二代，你知二代嚟㗎咩？啊，唔係，正厂同副厂。唔係，正厂同埋正厂。啊，係，正厂70-200 2.8同埋正厂70-180 2.8。公平对决，大佬你部 set 8嚟嘅，我呢部 set 62，点公平啊？俾啲信心自己，你嗰支新镜嚟噶嘛？况且呢个世界又边有真正嘅公平呢？胶摄嘅老观众都知道咧，每一次我哋试长焦镜咧，都必定影一影呢个路牌噶。咁今日为咗公平起见咧，我哋将会将个焦点咧摆喺将军澳个张字嗰度噶。等我又攞到最近影将军澳个张字先。喂，唔一样喎、啊！我知100，你知200，点样公平啊？等我哋一齐睇下呢张 set 8嘅画面啊！嗱，呢个配合70-200 2.8，冇得讲噶啦，粒粒螺丝钉都睇得清清楚楚嘅，我都几戒手下喎、啊。旗舰果然系旗舰啊！咁我哋一齐睇下下一张，哇，呢个暗龙出嚟，咦？点解啲色泽好似有少少唔同嘅？明明两部机嘅 setting 已经跟足噶啦，暗龙真系暗啲嘅、哦，暗少少咯。但系其实解像力好似都差不多，啲钉就好似冇咁戒手咁样咯。始终像素唔同啊，大哥。喂，我谂系关部机事咯，系咪啊？唔应该唔关支镜事。如果咁样玩法嘅话，咁不如将支70-180摆埋落部 set 8度试多一次咧。咁啊，真系公平少少嘅。为咗公平起见咧，我哋换咗个地方再试过。今次咧就影呢个大家都好熟悉洗手间门口嘅告示啦。咁俾三秒大家估下上面写咩啦？系啦，每日咧净系准7点到11点先准去厕所噶，呢段时间以外都唔准去啊。好啦，咁我哋顺便试埋个对焦速度。留意一下，我哋将佢咧扭到去最近，然后咧揿，大家觉得咧好似有啲慢咁嘅，咁其实咧以而家 set 8呢啲机种咧，其实个用法咧有少少唔同嘅，我哋唔需要放大对焦都会准噶啦，你成个画面睇，你想对边度咧，你点对焦，你直接我哋扭一次再试下啦，扭到最近一揿咧，其实就即刻到噶啦，所以咧。唔需要好似以前咁放大对焦嘅，直接点边度中边度啊！用手指点都系一样。等我又用支70-180做翻同一样嘅，睇下效果系点样先。
首先对咗中间对焦啦，咁我扭到 out fold 啦，去到尾距最尾距嘅位置，半按对焦都好快啊。咁好啦，都放大 100% 之后都系扭到 out fold， 睇下个对焦时间会唔会又系咁慢先。仲耐咗添喎，要 hunting， 真系唔同价钱嘅镜头对焦出嚟嘅效果都真系唔一样啊！喂，咁我哋一齐睇下呢支70-102.8出嚟嗰个解像力啦。其实即系有咩好投诉咧？系嘛？镜心中间你觉得唔介手咩？真系有少少 pinching 嘅，你睇唔睇到啊？嗱，咁我哋一齐睇下呢一张，呢张系咩啊？72.8 有 VR， 嗱真系冇 finching 噶，真系冇噶。你话系啊，系啦、啊。喂，我俾多咗成万蚊，你俾我话系啦。观众自己睇啦吓。我觉得就唔同咯。喂，真系近啲噶200，啱嘅。系咪？你睇下你个垃圾桶多啲啊，睇唔睇？所以系唔公平嘅。喂，但系个薄机好似拉翻坏啲先啊，唔 zoom。欧富个 4K 咁靓嘅，我知啦，因为呢支70-180佢嘅微距系再微距啲噶嘛，所以个 4K 咪靓啲咯。我唔信，我试下我呢个欧富啲波波咪一样咁靓，系细个啲啫嘛。咁你都得啊，微距系唔同就唔同噶啦。但系 Nikon 好似冇将 Macro 做卖点、啊，唔系、啊、对加 Sony 0.5 放大率都叫做 Macro 镜。但系腾龙一直以嚟都用 close focus 嚟形容 0.5 放大率，点够胆叫 macro 啊？你讲叫都唔叫添，唔惊打到自己啊嘛？提都唔提，我哋提。影完洗手间就梗系唔少得垃圾桶啦。你仲嚟啊？啊，唔系啊，即系咧，垃圾系应该抌落垃圾桶嘅，好似呢啲垃圾虫咧就唔啱啦。咁我今日咧就同大家试下最近对焦佢嚟影呢啲垃圾。好啦，嗱，而家我喺70mm 呢个焦距，咁我试下 Macro 先。喂，哇哇哇哇哇哇，呢度，嗱呢度最近啦，呢度最近。好，咁我试下200端啦，呢度系唔得嘅。去，呢度最近呢度多都冇啦。哇，啲水珠好清楚啊，支镜嘅光学质素真系好高啊。你行埋一边啦，呢支镜都冇讲过话可以近距摄影。今次你濑嘢啦，等我表演啦。Close focus 啊嘛，腾龙话。嗱，而家70端先，对到，你怼埋去啦，呢个又唔系 Amy， 撞到噶嘛会。啊，拉翻后啦，咁样样最近对焦，揿一张先，遮住少少光。好，咁啊试下200端咯喎，咁远嘅咩？对唔到，拉后少少，对到啦。好，两张。我提一提你啊，你边有200端啫？你得180端啫嘛。嗱，垃圾咧就应该放落垃圾桶嘅，咁啊帮啲垃圾虫执下手尾啦。啊，做个有公民意识嘅香港公民啦。系啦，燕京啤酒唔错啊，系中国香港公民，使唔使咁政治正确啊？家豪系咁噶嘛，你讲完个国家名，你先讲个籍贯噶嘛，即系中国上海、中国澳门、中国香港咁咯，不嬲都系咁噶啦，即系好似美国宾州咁，你唔讲系美国嘅宾州，你点知系美国嘅宾州呢？哦，即系美国宾州、中国宾州同英国宾州咁咯，英国有宾州嘅咩？英国冇宾州嘅咩？英国有宾州嘅咩？英国冇宾州嘅咩？英国冇宾州噶，英国有宾州，点会呢？宾夕凡尼亚州、啊，我英国宾夕凡尼亚州啊嘛，冇噶 ，Joey， 英国冇宾州噶。